屁股，你屁股，我摸摸头，乖乖，来，你屁股跟我，你屁股来，走，你屁股不哭，你屁股乖。我有，来敲。哦，两个，哦，三个。这是错的，错的。这边有两个。哎、欸，这是正确的。这两个都正确。那反过来就是里面应该没有正确的了，侧门都在这。好，我跟听哥，我先回去了，我拿东西。好。你外面自己小心哦。好。你还有东西吗？应该有，我们看看，我没有哎、欸、啊，泥皮鸭鸭跑下去了，哎、欸，泥皮鸭鸭上来了，耶、欸！泥皮更好啊，泥皮，泥皮，哦，大空间，找到垃圾要让他拿哎、欸，啊，这个交给泥皮，啊，有枪声，不要翻跟斗，泥皮拿，是这里的枪声吗？好像不是，哎、欸。这泥皮，他好像不会拿那个，拿一下啦，泥皮。这什么啊？我变小朋友了。那你，等，我先下去好了。你先走，等一下，我可以拿满吧。好，你拿满。啊！我、哦、这里应该都不是诅咒的。OK， 泥皮，我们等一下配合，好不好？好好拿。李林，那个我想说让泥皮去拿。那个李林，小心，西亚、哦，西亚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他了，我眼神很锐利的。哎、哦欸，有，泥皮做事了，他是泥皮代表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错。哇，还那个两百盒，我们把他带出去好了。小心啊，在路上！前面让开，西亚要出门。前面是谁？阿钱，小心，不要踩到西亚。我看准了。干嘛，泥皮？打狒狒好了，走吧。好。西亚，先走，啊！我这个时候有点高哎。你跳看看啊。你可以两段跳哦、嗯，先提醒。可以。喂。可以，小心。喂。看起来。前面有狒狒，那、啊，走开！人很多。哎、欸，我拿那个东西。那是泥皮，他很厉害。走开。可以。没有，制造，西亚先上。小朋友卖把布哎、欸。我回来呀，我不敢往后看啊。啊，瞬间长大。你怎么了？不敢往后看。有戏吗？有戏。我拿电击枪。呀！来。我让丫丫先走进来。电一个，别。醉啦！下一个。你们要不要先回来让丫丫上？扁，先扁，再扁。等你们很久了。这里还有两只。我怎么还有？死只太多了吧？哎，这里小心动哦！这里小心动，小心的动哦。他引诱我们。等一下，好奸诈啊！我们来。啊、等 CD 有，哇、哦，看你们强还是我们强啊？好，我的不错，我只能说不自量力。怎么了，爸爸？有人是不是遇到 him 了？是的。我们上来让那个丫丫上来吧。不要再转头了。看墙壁。丫丫呢？丫丫回来了，有手啊！安全，到处乱看呢。还有要看的吗？
剩下都在底下啦。好啦，让泥皮回来好了，他好可怜哦。回来哦，泥皮。很丑，很丑，很丑。哎哎哎，啊，那个怎么还是传出去了？那个油桶还是出去了。丫丫把它放下，结果没有放。哎呦呦，好像回来了，显示 bug。啊，这是是小问题。这张会有人倒下吗？嗯，会吗？会吗？太过分了吧！太过分了吧！谁？我是怎么死的？对啊，你怎么倒了？是谁把我杀？是谁？是不是你？一定是你！每次都是你，都是你！跟我什么事情？你是不是拿枪射我？你是不是拿枪射我？没有啊，你问的是什么？我给你看啊！你干嘛啦？冷静，泥皮，我们团结一条心。太可疑了！乌鸦耳听，乌鸦耳听，泥皮。乌鸦耳听，太可疑了，太可疑了！乌鸦耳听，充满了，充满了怨念。哇，好黑哦，这里太黑了吧？那个啊，那个。都是月亮，我都没去关，怎么底下卡在？冲哦，冲哦，冲一下商店。我好恨啊！再把丫丫买出来。丫丫丫丫。所以这个子弹它只能捡到，那个20块钱的那个是别的，那就要努力多捡到这子弹，好玩呢，这么好玩。这一张的商店会在哪里啊？哦，在那里，在前面。解放丫丫，哎，哎呦，那丫丫，干嘛？坏人，丫丫，我们不要靠近他，他是坏人。我是好人。那边刚刚丫丫泥皮跟我配合，配合完美耶。哇，下面有个门夹的哦，右边的门夹的哦。OK。你，哎，这里有来过哎。Hello， 我点满了。好哦。下面有路吗？没有去过。行。没有东西。死路。等等等等，那应该这里可以多看看哦。嘟嘟嘟，没路。很深，哦，又有那个电击门，113，我拿哦，传送，这里是哪里？考量附近有电击门，还是比较疯狂传送。哇，锁住的。锁住！但我现在拿 key 应该也会再传，这个传送就是一个很妙的哇！794，这个有诅咒，而且还是很重的诅咒。虾米声音呢？哎，他传送我不知道，我怕会被传下去，所以尽量就不要再捡了。我们就先走到出口吧。又传送。赌这个吗？这个可以啊。欸，走回来了啦！
烂透了，烂透了。哦，对，走这走这。哦。哦，好像有料，好像有料哦。这是哪里？我刚刚入口有这，哎，喂，哇，我脑残，我是脑残，我耳聋，我耳聋。出口在哪里？我完全被诅咒了，我耳聋。然后我拿东西会传送，没关系，我慢慢跟你。我是耳聋，没有脑残，我脑筋很好。我现在一切的一切就相信了玲玲。我很富有，我很富有 ，I'm rich。哎。这里好像不是、啊，我这直接拿两个诅咒哎、欸！如果真的不行，我可以传送。我现在有传送诅咒跟耳聋诅咒。完了，玲玲好像迷路了。爸爸知道出口吗？你们加油！我耳聋，我耳聋。感觉好像绕圈圈，上面好像不是，下面可以看看，是下面吗？你没有走过这吗？我耳聋啊，不是哎、欸，啊，是不值得依靠。我耳聋，我听不到，我要自己传送了。我手机都快没电了，我自己来。呜呜呜呜呜！差点倒，差点倒。啊！再一次，怎么都在附近？哇，我被卡住了。手电筒没电了。啊！啊！怎么倒了？啊 ！bug 用太多倒了。他吗？他是我的吗？也、欸、有可能呢、欸，因为刚刚我耳聋，所以听不到声音，所以有可能那时候他在我旁边，而且我最后又传到这个旁边啦，所以传不出去。啊！我的小手枪也没了。哇，玲玲出去了，这种事是应该永远跟着玲玲才对。啊，我最后跟着爸爸。玲玲，玲玲还是最强的。啊，我应该跟着玲玲走啊。哇，泥皮这个，泥皮终于来赚钱了。哇哇，神的不在场证明。玲玲完全没有狗狗发现，太强了！那个是泥皮吗？啊，这样吗？泥皮还在，谁在按把不？阿强。哦，有人在说按把不，他输了。谢谢谢谢，嗯。哦，玲玲慢慢的走回来了。泥皮呢？泥皮要跑酷哎、欸！哦，爸爸，爸爸还在迷路啊？迷路哎、欸！完了啊！大中计耶我！爸爸，爸爸。
爸。好像有人在看着我哎、欸。你皮都倒了，差一点点。跑酷失败了，菜。哦，被狗咬了。带着票一大堆东西被狗咬死了。啊！我刚刚是身负两个诅咒，传送跟耳聋。然后我跟那个玲玲还有爸爸走，我一开始跟玲玲，然后后来感觉好像是爸爸要玲玲，好像转交给爸爸的感觉，我就跟爸爸走，就他就一直迷路。我就想说好，我自己传送出去，结果就死了。那爸爸一个人了，可以吗？哎，爸爸独自奋斗，爸爸好像都走不对，是迷路了。对啊。这里有这条路是正确的，是吗？不是吧？我刚刚也一直走到这附近啊，都没有。看一下，我好像没救了。很晚了吗？出口很晚很晚，出口嗯，有点很晚。其实他离门口很近。哇，不过你的东西很多在那、欸，如果他们知道的话。哇，东西超多的。